Hello, 파이 안녕하세요. 好，刚刚让这个 Apple 四个人看到了，我们现场那么多支持你们的歌迷朋友，来自非常多的地方。可是要让你们再次知道他们爱不爱你们，他们现在很厉害喽。Do you love Apple? Yeah. Okay. One, two.就是让 Apple 知道哦，他们每一个人都很爱 Apple， 而且他们为了你们还特别学了中文哦。真是想不想见识一下他们的中文有多厉害？想啊想。好，想哈、哦，开始喽。Can you speak Chinese? Yeah. Okay. Apple 帅不帅？帅。爱不爱 Apple？ 爱。Apple 的在这里等你专辑好不好？要问问看每一个人的感想哦。昨天1月19号在渔人码头办了那么成功的新歌发表会，而且创下非常多的记录。好，谁愿意先说昨天看到那么多的歌迷以及四位再次相聚的感觉，有没有很感动？有，因为对于很多朋友们来说，F4 已经5年没有发片了，所以。昨天能够再相聚在一起，一起唱着新歌，我觉得这个感觉特别好，非常谢谢各位的支持。好，来夏天呢？夏天觉得？非常高兴啊，因为其实这一阵子台湾天气都不大好，但是我觉得可能是因为真的大家那么多人来，然后一个很集中的度，很想要跟我们好好相处的一个念头，改变了这几天的天气，然后让我们这两次的活动都能够顺利。也要恭喜大家，谢谢大家。好，谢谢 Jerry 呢？ Jerry 觉得就是很开心嘛，因为我们四个终于可以唱新歌了。Amy 讲，对啊，谢谢大家。是，好 ，Vanessa 呢？就很开心，然后很感动，因为就才跟其他三位就真的很开心。我刚才Jerry有在车上就聊到这个，就说昨天四个人同台的时候。已经很难忘了，对啊，对，是因为第一张专辑我印象非常深刻，大概在6年前办在那个屈臣氏那边，对不对？然后这边整个大爆满大塞车，现在大家又再次聚首，而且几乎现场有来自8国的歌迷都来到了现场。那因为呢，这张新专辑在这里等你，让 Sony 面就觉得好厉害，简直是2008的新春第一炮。专辑卖得非常好，我们刚刚有说了，因为1月19号这个新歌发表会的活动已经创了观光局单日70%的观光人数，所以呢要谢谢这些歌迷朋友来到了台湾，也创造了将近2亿元以上的观光收入。重点是这张新专辑当天就卖了超过7000张，已经逼近了上万张，所以呢我们今天有一个特别的庆功仪式哦，我们要请工作人员把我们这新春第一炮这个大炮竹拿到台上，我们要象征这个一飞冲天的仪式，要让所有全世界的歌迷朋友都知道 F4 再次合体一样是锐不可挡。来，我们请 F4 每个人都拿一支这个火柴，超大型的火柴哈。好， This is match， OK， This is matches， 哦，不是那个棒球棒哦。好，来，也不是麦克风哈。好，我们先请四位，我们先请四位先拿着这个火柴棒，我们先拍个照，好不好？好。哎呀，冇想喐咗我。好，先不要点哦，因为我们要跟所有现场的歌迷朋友一起倒数计时。好，我把它移到旁边一点点，我们拍完照之后再移过来，哈，谢谢。好。上次记者会的时候是拿了4支宝剑，今天换了4支火柴棒。这火柴棒点燃之后呢，会有象征非常多希望的小火光。在我们点燃这个大炮竹之后呢，希望所有的人能够再次见证 F4 合体之后的魅力。好，我们要先从你们的左手边，好不好？好，那个 Jerry 跟 Vanessa 那火柴棒的头喷气是会掉的，两个人打得很高兴，他的火柴头掉下来。好，来，我们先看左边哦，左边。好，再看中间。好，中间靠近右边的地方。好，再来最右边。因为新年快到了，爆竹一声除旧岁，在明年的金鼠年，希望 Apple 的新专辑依然是数一数二的在排行榜上。也要谢谢所有的歌迷朋友支持。好，
今天有很多来自各国的媒体朋友，也谢谢要透过你们的镜头让全世界的观众朋友都知道 Apple 的最新专辑。好 OK 了吗？那我们要点燃炮竹咯、好 OK 了哈。好，还有这位摄像哥抢拍中，抢拍他们那个可爱的打闹的表情哈。好，现在我们一起来倒数 Please final countdown together OK。 好，当我们数到一的时候再一起点燃，那就再带你烧点火，很容易起火哈，要小心火烛 OK。我的火柴烧得很好，我很开心。对，仔仔的火柴发炉了哈，这张专辑就会卖得更棒。好，谢谢，我们要麻烦工作人员帮我们把这个火柴还有这大炮竹先收起来，因为之后呢，我们还有很多很好玩的游戏。好，我来先问一问，我们刚刚都是仔仔先回答嘛，我们现在先从那个从不在的地方再回答回来哈，请问。昨天在办演唱会的时候，因为都是站在舞台上跟台下的歌迷只能这样子的互动，希不希望会不会很期待看到歌迷朋友上来对你们说出一些他们心里面真正想要说的话？希望啊，希望每个人都可以上台。千万不要说这个。哎，是吗？有没有因为怕他们会通通站起来往前涌？但是我们今天就要给所有的歌迷朋友一个小小的福利，这个福利呢就是幸运的歌迷朋友可以上来跟 Apple 一起玩游戏。好。